那就是个卖身契，发完誓你就是他一部分了。等老天爷清算共产党的时候，党员团员就连少先队都跑不了，除非呀、你能退党解除这契约。哎，我看也就是个形式啊，这据说用花名退党都行，你用真名试试，立马让你走人。所以啊，用花名退党没风险呢，老天爷看人心，如果呀跟着共产党走到底，那还不把命都给丢了。您说的太容易了吧，这么大一事儿，怎么也得给我们来点迹象吧。老天爷应该发发慈悲，给我们大家伙说一声，眼见为实嘛。要我说这事儿，宁肯信其有，也别信其无。入党这事儿算了，没看现在贪官都往外折腾钱呢，硕鼠搬家，这整个一大地震的前兆。正好我也要写个预言，云鹤先生，赶明儿您抽空给我们瞧瞧。信不信由你，好好看看九平共产党。唐经理，咱们回头啊再聊吧。啊，你走啊。这人怎么这么不谦虚啊？嘿，你这人，先生谢谢。哟，都玩这套，让我买单。哎，经理，昨晚我做一梦。哦，娶媳妇儿。啊，跟你说正经，我梦见共产党就是一大碉堡，党员全是砖，就是6000多万块呗，每天都两三万块噼里啪啦往下掉，那倒形象，这就是每天的退党人数。其实照这么着啊，没准明天10万20万也保不齐呢，说不定哪天哭嚓一下全塌了。你要让我说啊，这事儿还真保不齐，你看那股市都跌成什么样了。我是有点担心潘元。还有啊，韩总一直在追问咱办公室有没有九平共产党，是不是听到有什么风声？要不然咱们找机会跟他聊聊。那怎么着？我真急了！你说你那贾瑞缺心眼是怎么着？重温入党宣誓，你说那能有真挂吗？非让人再测网衣，你说大我不保才怪呢！看这一上午了，就弄一孙总还腾饭，哈！哎，听说家里现款200多万呢，那不明摆着贪污吗？找咱测什么测呀？你说这不折腾吗？没听说吗？贾书记和孙总有过？真的？贾书记叫你测你就测了？不是纪检的人来了吗？是他们要测的。哎呀，那就更不能测了。测吧，说不定还有奖金呢。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。我说你到底贪污没有啊？没有。那那么老些钱是不是你们家的？不是。嘿，哎，你到底信不信孙呢？不信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，这机器，哎呀。没事没事，昨儿睡太晚了，那时候空调有点凉，有点凉还来呀、我啊。好，开会吧。情况就是这样，从测试结果来看，党员都有问题，大多与事实不符合，真假难辨。如果对犯罪嫌疑人测试结果相反，那会造成多大的混乱。 It can cause several cases don't represent the whole situation。个案的出现不能说明问题，但是问题是对很多同事进行了测试，这种没有原则的测试等于在制造谎言。 Our instrument is scientific。 我们的仪器是科学的。 I think the problem has to lie in the questions that you are asking。 贾书记的问题不好。各国的国情是不同的，我们讲的是党领导下的科学，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，测谎仪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。比如说党说了煤球是白的，还有党员说是黑的，那就是犯错误啊。就是那么个意思呗。那要不咱把这正负极给调一个。 You know, that's impossible. Science is science. It's not a laughing matter. 那我只能说这种科学是不完整的，这种仪器是没有前途的。And that this instrument won't have a future. Okay, then, I quit. Party is over. 他说他不干了。啊？他这人怎么那么不负责任啊？
那我的我这板上白挨了我。哎，小峰，你这脑袋怎么样？还不就你们倒霉公司，害得我昨儿夜里跟门洞挨一板砖，天倍儿黑，没看清是谁。你肯定给谁策划了？这个真不值，还不都是你们公司的人？可能给您算个工伤。甭给我扯这个，我这测试费还不是找谁要呢？哎，外头先生，外头先生，哎，我哎，外头先生。潘元，你翻的不对 ，I quit 就是我退了 ，Party 就是党 ，Party is over 就是党完了。老同学，我今天终于捡到了一本酒瓶。别着急，我给你复印一套。经理，我告诉你，这绝了！2亿年前的石头，500年前裂开了，上面还带着字儿，中国共产党。哎呀，还差一字呢。哦，看看，王，中国共产党王。行啊，看出来了，行不行？经理啊，其实啊，我是挺信任云鹤先生的话。哦，不过我就受不了他那劲儿。哎，您退了没有？退什么呀？您呀，就是这退党退团啊。嗨，我也没什么可退的，就退红小兵。我退了团，又退了队，比你还多一个。哎，哎，你们家老爷子什么态度？这回老爷子倒利索，麻铃就退了。我说这绝了，这是。老板，哎，来了，小曼来了。哎，经理，年轻啊，糊涂。